他一不图兵力，二不图钱财，他在图什么？图我？啊？此女子钟情我，坠入情网了。那日他马匹受惊，是我挺身而出，他便对我情根深重，当街抢亲。大婚当夜他就害您入狱，那是他为了救我才不顾名节，谎称有孕也要救我吗？他还在教坊司当众羞辱您呢。那他立马后悔了，他向我道歉，他还小姨温柔。哎呀。